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相思姐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说。进来再说吧。相思姐，嗯，我怀孕了。哦，那恭喜了。所以你是来找我讨教孕妇知识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找了几本书，拿给你看看。我怀的是佳木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我怀的是佳木的孩子，我是说真的。我知道，佳木喜欢的是你，但你除了能给佳木感情上的支持以外，你给不了他更现实的支持。你跟我不一样，这次如果不是我们家的帮忙，佳木的公司早就没了。所以，你之前的一切都是装的。不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佳木爱你？你怀不怀他的孩子都不重要，可佳木要是不爱你，你是威胁不到他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。宋相思，你真是太自私了！你霸占着佳木，你还自以为是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我真不明白，佳木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女人，最后连他妈都被你收服了。你陪他妈妈去欧洲，为了就是巩固你儿媳妇的地位，可没想到她回国以后改变了心态，决定接受我了。于是你反水她，把她拖进了监狱里。青青，你还年轻，家境也挺好的，你要好好珍惜自己啊。我就要佳木，我爱他有什么错？没错，完全没错。可佳木不爱你，他有什么错？爱情这种东西是没有对错的。只要我和佳木的这些照片公开出去了，舆论会让佳木跟我结婚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好言劝你，赶紧给我离佳木远点儿。